他左手骨断过，根本赢不了任何一场正规的比赛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，就只想撑赢一场比赛。哎，你最近到底跟他们那么拼啊？全大联还有好几个月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请问我想喝什么？你这个难搞的保守鬼，永远就是点一杯热红茶，还有一杯冰块降温，外加两片柠檬片。以一个粉丝来说，你知道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。我给你打一掌，早一天吧，等你伤好一点，恢复多一点，更强一点。医生说你不能做激烈运动，你连练习都不应该了，你还跟他打？你太小题大做了。我会证明谁才是拳击社主将。